生过娃身材变化有多大？杨幂亲身告诉你，网友确实成大秘密。对于很多女星来说，生孩子可谓是对于演艺生涯是相当大的挑战，但这个对于杨幂来说却是一个让自己身材更加自豪的方法。曾经被评为四大花旦之一的杨幂，从出道以来可谓是一帆风顺。从和胡歌合作的《仙剑奇侠传》之后，直接一炮而红，《宫锁心玉》《小时代》《分手大师》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等一步一步的影片，都是令他成名飞快。不得不说，杨幂却是一个大心脏，在事业巅峰期却选择和男星刘恺威结婚，而在结婚不到一年就产下了肖诺米。但生了娃的杨幂却完全没有掉了她的演艺生涯，反而如今的她更是成为老板娘，而且也是成为娱乐圈的一姐。不过最近和自家旗下的迪丽热巴出现在活动的时候，很多网友都惊叹杨幂身材的变化。两人当天都是身穿白色紧身连衣裙，也是吸引不少记者长枪短炮的关注。不过从两人的身材来看，确实杨幂比热巴更胜一筹，而且不少网友纷纷直言杨幂变成大幂幂了，比起以前变化还真大了。